非常卓越的学校啦，是的，国美实小，还有我们的举光国小，是，而且两队都很强，因为之前就有来过了。哦，今天来这边切磋切磋，没错，而且高手中自有高手，是的，高手带领他们，很厉害哦，是李爸爸带队的国美实小。今天先登场的是国美实小的同学，看他们自信满满的模样，对于胜利可是势在必得哦。有士气，我们这边也不容小觑，好吗？举光国小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。今天第一组强敌是举光国小的同学，已经掌握所有游戏诀窍的他们，究竟与国北实小之争，谁能胜出呢？ 气质非凡，是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这边呢也是？我们这边也是气质非凡。哎，我们宝宝是学设计的，学设计是不是？而且我跟你讲，小孩真的不能乱生哦，因为一望去就知道哪个是他的小孩。一定不是你，就是你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怎么可以长得那么像啊？这么像，很像哦。我们待会再来好好聊聊了，好不好？马上进行我们第一个关卡，走。旗开得胜，游戏规则说明。 每队包含主持人各派三名代表出来对战，每人两首各持不同颜色的色旗，参赛者需听指令升降手中的旗子，动作错误即淘汰，最后存活者之队伍胜出。旗开得胜，中心您先上场 ，OK， 举光国小加油好吗？ 好 ，OK， 先把他们一个一个，干嘛不放国北实小加油？哦，国北实小，尽力啊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游戏是。 旗开得胜，困难的地方就是容易搞混指令，只要专心聆听，记得手上的颜色就不会搞混了。相信我们今天一定可以顺利过关的，加油！第一题，老师，请出题。黑棋白棋升起来，红旗不要降。 绿旗升起来，白旗不要升，红旗降下来。黑旗绿旗不要升，红旗升起来，绿旗升起来。OK， 那你就在这边跟我们大家说再见。谢谢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呢，蓝队已经有一位已经淘汰了，现在我们红队还有三位。没错。老师，第二题请出题。 红旗白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降；黑旗升起来，白旗降下来；黑旗红旗降下来。好，李同学，李爸爸的儿子李同学，跟大家说声再见吧，再见。好可爱哦！好，现在呢已经是2对2啦，钟欣凌你怎么那么强啊？ 因为我不好移动啊，所以在定位置就不想走了。好了，举光加油了哈！好，第三题，请就位。老师，音乐。红旗白旗升起来，黑旗不要降。哦哦哦哦哦哦！再见，拜拜。好，现在呢，2对1了，年轻人加油！ 年轻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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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哎，不用了啊，老师请。好，音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白旗绿旗升起来，红旗不要降；绿旗降下来，黑旗升起来，白旗红旗降下来，黑旗不要升；绿旗不要降。 黑旗白旗升起来，白旗降下来，红旗不要降；绿旗白旗升起来，红旗降下来，白旗不要升；黑旗升起来，红旗绿旗降下来，白旗不要降。好，你没有绿旗，所以。
你可以举白旗投降。好，你爸爸很开心，但是很难过，好不好？跟大家说再见，再见。耶！恭喜新民队暂时领先。好耶！郭彦均同学请就位。彦均哥哥上场。没错。哥哥，请问你今天拿的旗子是什么颜色？这什么颜色？黑色，这什么颜色？红色。这什么颜色？黑色。哎，白色。黑。黑色。白。白。黑。好。干嘛先吗？哎，你怎么觉得最简单的？红绿红。不要逼他了，大家有信心？有。有吗？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是不是超级有信心？有。谁会赢？我。Yes。只剩下信心了。好喽，来，请降旗。降旗。等一下，速度会越来越快，大家不要紧张哦。老师，请下音乐。黑白，黑白，黑白。红旗、黑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降，白旗升起来，红旗不要升，黑旗、绿旗降下来，红旗升起来，白旗不要升，红旗升起来，黑旗不要降，绿旗、红旗升起来，黑旗不要升，红旗、白旗降。我刚刚黑旗一直这样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他会以为他拿黑旗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这样，这样就要问到自己。好，我错了，我输了。刚刚是没信心。没有了，我没有信心了，我输，我输了。谢谢冠军，跟大家说拜拜。靠你们了，靠你们了，好不好？拜拜。棋有功，戏无艺哈。好好的比赛，不要去游戏。吓人家。没有，就我想说他会被我给干扰。那问一下孙浩翔，你刚刚有被他吓到吗？没有，他也不知道我在忙什么。一切都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名字跟他有点仇，你叫浩翔，你知道号角响起跟 tomorrow 你知道？没有，我跟浩翔非常非常的好。哦，所以吓好朋友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啊，加油哈！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举光加油。准备喽，老师音乐请了。红旗、黑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降，白旗升起来，红旗不要升，黑旗、绿旗降下来，绿旗升起来，啊，白旗不要升，红旗、黑旗升起来，绿旗降下来，黑旗升起来，红旗、白旗不要升，绿旗升起来。你躲不过我的 eyes， 我的 watch you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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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要见他。好，不错不错，已经很厉害，跟大家说拜拜。你比我好。OK， 好，谢谢。目前2-2。2-2。阿迪大家加油喽！加油了哈！请降旗。第三。老师，音乐，请聊。绿旗、红旗升起来，白旗不要降；黑旗升起来，红旗不要升；黑旗、绿旗降下来，白旗降下来。黑旗不要降，绿旗、红旗升起来，红旗不要升，黑旗降下来，白旗不要降，红旗升起来，绿旗、黑旗不要降，白旗降下来。绿旗不要降。哦，那你们比赛不就结束了吗？哇！刚才你们赢耶，现在你们又赢了。哇，很厉害耶 ！Oh my god！ 所以第一回合跟第二回合都是我们赢，恭喜我们国北学校获得一分。下一回继续把分数要回来，好吗 ？OK， 下一回合走。金鸡下蛋，游戏规则说明：参赛者在起点台上放棒球，需运用膝盖的力量夹起棒球，走到终点处并放进呼啦圈里，限时60秒，看能放进几颗球。两回合成绩加总较多之队伍得一分。金鸡下蛋。现在我们目前落后一分，我们这边会追回来的。我们派出我们的追分战将，就是易学，还有我们的心宇。我们派出两个不给追分的战将，就是我们的钟宇还有东荣。没关系，我们会强势追分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强势不追。易学以后希望可以当一个综艺的天王。是哦，对不对？你的偶像是谁？吴宗宪。吴哥哥。真的，你把我跟宪哥放在一起，我很荣幸。恭喜你获得一分。开玩笑，在我心目中了，在我心目中。所以你平常很爱看电视？有。功课不写，这样看电视 OK 吗？先喜欢再看。那我跟你讲吧，你讲话可以不要一直动来动去。我也觉得。就停住，不要动来动去，我头很晕，好吗？希望你可以当上综艺天王，好吗？心宇呢？
以后想当什么？老师。想当为什么？因为觉得没有办法念书的小朋友很可怜。哦，怎么说？为什么很可怜？因为我看过杂志上面有写小朋友不能上学。你是想要到偏远的地方去教那些小朋友，对了。哦，还有爱心哦。真正的爱不是拥有，是懂得分享。哇塞，这是我认识你三年以来最好听的一句话。哇哇，我也是跟我爸爸果然不一样。哇，你之前来的是练福吗？你是要不要录影？你是帮我的，因为在后台啊。对啊，我觉得还蛮感人的，难道你会说出这样的话？真的啦，真的真的真的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派出的是我们的羽球校队。好，羽球校队，你们今天有来三个羽球校队的同学，对不对？你还有你还有谁？哦，吴玉凡哦，吴玉凡哦，打双打哦，打双打就对了。那你们两个是天生一对吗？我们俩不是配哦，不是哦，不是配在一起的，所以有自己配的对就对了。嗯，哦，但是今天你们配在一起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金鸡下蛋第一棒，请就位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加油。请倒数，三、二、一，没有错。最先拿下一分的国北实小，究竟能否在第二关再连下一城呢？最后两秒的时候，把第二颗球放进去了。OK， 你们这边两颗，我们也是两颗，好不好？这一关呢，等于是没有玩过了，平手。第二棒难拼了，好不好？是啊。第二棒就位，准备好了没？好。加油，请倒数，三、二、一，没有错。看你比赛，我怎么感觉有点悲喜交加的感觉？其实老实说，我以前看过九头身，真的。可是你就是男生的九头身的，因为你腿好长哦。对啊，你腿怎么会那么长啊？你膝盖怎么那么高啊？怎么那么长？你也会长很高哦，真的。OK。对。你感觉很厉害耶？你是在家有练过吗？有。
还是已经一个月没有用手拿过东西了？在家用脚，端水也是用脚端。啊，对，你们两位休息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成绩。很厉害，你们追得很棒哦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刚刚你是两颗，这边呢是两颗球，加上现在1、2、3、4、4颗球，总共是6颗球。是啊，我们刚刚也是两颗啦。这个回合呢，我们还是4颗球，所以呢6比6战成平手，双方各得一分。徐小目前领先我们一分，下一回合要你好看。超级偶像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集会有两位观主出题，唱出耳机里听到的歌曲，再由两队合作在白板上写出歌名，猜对较多歌曲之队伍获胜。超级偶像。很多人看这个节目都是在期待这个单元。是的，而且因为他们的关系，我们现在有众多女粉丝啊。对，已经有非常多女粉丝来了。OK， 最近有练新歌吗？没有。那你有没有最喜欢的什么歌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最喜欢什么歌曲？英文歌。来来来来来，唱一下，唱一下。不会是 A B C D E F G 吧？那 Ian 呢？ Ian， 你有没有喜欢什么歌？没有，没有。那有没有喜欢我？你要压他头，你要压他头。你怎么发现我在对他头？准备好了没？第一题要来了，各位老师，请出题。这小窗秋里，就守在人的雨里，人睡在泪眼里，生来不是有你，你的火上前进。知道答案可以先写。我只在谁的心，心出血，心血上。倒数5秒，五。3秒，2秒，1秒，结束。不要欺负小朋友。没有，我有控制给他了，不能再唱了。其实他前面几句超明显的。对，这应该是我们节目开创以来最标准的一首歌了。你们有猜到吗？给你们5秒钟想一下答案哦。老师倒数5秒，给他们计时。来，3秒，2，1，好。我们来看看红队是小幸运，好 ，Hebe 现在很红的歌，应该是爸爸很喜欢的歌，对不对？我怎么猜小幸运？也确定是 Hebe 唱的歌，好，不过这首歌确定是 Hebe 唱的，对对，听过，但是爸爸会唱吗？可以唱一句吗？不太会，不太会。好，我们这边答案不一样哦。热带雨林，请问是谁唱的？SHE 也有 Hebe， 答案是有 Hebe 的。老师，到底答案是什么？是谁？答案就是热带雨林。真的有 Hebe， 真的有 Hebe 的。爸爸方向对了。下一题继续加油，一样由我们子岸出题。第二题，子岸请准备。加油，老师，谢谢。耶，你还给子岸加油，你还可以。他的音乐老师嘛。怎么行？是我的什么心？是我的身体，我的弱的，我的肉体，是我的小的心，是我的神的声音，是我的神的温柔，我的我的回去，放弃，当去，何时你忘记？想起，想起，学习，我是做谁的？3秒，2秒，1秒停。我小孩都要生了，我小孩出来应该都听得清楚这一首是什么歌了，因为直接把答案讲出来。没错，请亮答案。来看看，红队是东区。东区 and 东区 and 东区，到底好，答案只有一个是对的。OK， 好，我们来听一下老师这首歌叫什么名字。昨天的冬夜里，今天更多问题，明天是寂寞的，今晚照样开 party。妈妈她很担心，要我早点回去。最清楚的两个字来了。来，早点再回去。来，东区，东区，谁给我关心？好，不要叫好吗？在录音。人家开心。答案就是，动曲，动曲。恭喜我们的举光国小答对。可是已经很厉害，快出东区了。好，子翰出完题目了，下一位选手请上。来来来，验，换官读。虽然你的虽然你支持者很多，可是有些支持者觉得你都乱唱。你今天会好好唱吗？
OK， 那你们先跟两边自我介绍一下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从美国来到台湾。哦，真的、啊？你住美国哪里啊？不能透露是不是？啊，那你对，没错。哦，不能透露。好，那我们就不透露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出题了。大声哦。你头发好了吗？我要戴了。老师，谢谢。你这个公主在兄弟坚持上。我想看着风，你会骑单车，风筝是一直成我，一张跟其他人连坐。现在我的勇敢，听混着的台，我等着真正追。就在就是来，好，有人有答案喽，悬了悬了，这样可以有答案，有答案了，好 ，OK，Very good， 请给答案。来看看红队是听海，哦，张惠妹听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听到他有一句就说到听海，听海，你听到他说听海，跟东区一样明显就对了，而且听海有点情歌的感觉，对，是情歌，因为他有一点像，因为他太沉醉了，对不对？还蛮浪漫，还蛮浪漫，哎呦。哎呦，你懂哦，有没有被他吸引到？好，我们这边的答案是 Hebe 的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老师，请给我们答案。来 ，A， 这首歌的正解是什么？国北时效在连错两题后，有可能答对吗？看看红队是听海。我们这边的答案是 Hebe 的，你就。不要想起我，老师，请给我们答案。来，啊，呼之欲出，大家都知道答案了吧？是谁唱的？谁的歌？谁唱的？谁唱的？叮当，叮当啊！我爱他，我爱他，对，没有猜到，对吧？太不错不错不错，防守成功，防守成功。所以这题两队都没有答对，很可惜。好了，各位请把握最后一题了哈。最后一题，老师，请出题。迪恩，交给你了。这种应该想不出答案。眼泪只有为自己出营造，眼前人忠告，一切从这种笑，这种意志，坚持要勇敢，用相信，这热血，这一回答。很明显哦。好。好的。你好棒，我好欣赏你哦。因为最后一句非常明显。好，各位，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红，好不好？非常明显哦。好不好？老师，五秒倒数。有人知道答案了，两边有人知道答案了，有人已经知道答案了。知道谁唱，可是想不起歌名。好，把你们所知的都写上去。来，好舍不得翻，来看一下。戴爱玲对的人。好，为什么猜戴爱玲对的人？我相信我的人得到，就算一定会到的。哦，所以你有听到他的旋律对不对？有，就是对的人，对不对？忘记歌名，那怎么唱？忘记对歌名，怎么会写对的人？因为就乱唱。我觉得是年纪越小，那个体质越敏感。很厉害，都猜对的人。你们是以后别做朋友是谁的歌？周星哲。周星哲嘛，对不对？老师，答案请给。仔细寻找，感觉很重要。对的人，我每天都听，每天都听这首歌。说真的，他们很开心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他们也不相信他们会答对。没有人知道这首歌。他们自己说，我知道歌名是什么，然后就写对的人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偶像，感谢偶像。好，分数呢？国北学校这边呢答对了一题，举光国小答对了两题，所以这里举光国小获得一分。一个单元走，超级大力士游戏规则说明，
参赛者手拿两只叉子，将插头对插固定后，再将一只牙签穿入两只叉子的中心固定，把整组物品分别平衡放在一个高脚杯与一只牙签上，让叉子呈现悬空且不掉落的状态。六十秒内最快完成之队伍胜出。超级大力士来了。超级大力士，我们这边派出是我们的静薇，还有我们的以轩。这边派出的是紫云，还有我们的浩翔。哎，很多人看到我们这个单元觉得很神奇，对，到底是什么原理？到底我们这里有个博士可以为大家解释一下。好，关于这个问题啊，不是你啊，李爸爸，李爸爸，这是什么原理啊？这两边的重量一样，它就会平衡了。因为当然还跟长度有关系，可是因为我们都用一样长的那个叉子嘛，所以其实这两边重量相等。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好奇，怎么一个竹签可以撑住那么重的东西，所以就是两边重量平衡就可以。对对对。哦。所以是很简单的。意思就是，如果我跟你体重一样的话，然后一个牙签也可以撑住我们两个就对了。对。啊。只要撑我们那个够硬、够强壮就。不是，后面不用解释，可能是钢条。光算黑黑。钢条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这边重新。OK， 静薇还有米轩有练过吗？有没有觉得这很难？蛮难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抓到技巧就不会。抓到技巧就不会，所以现在算抓到了，对不对？对。OK OK， 那静薇，你以后想要当什么？音乐老师。为什么想当音乐老师？唱歌很好听。因为我喜欢音乐。那你应该有绝对音感，对不对？怎么刚刚猜不到他们唱的呢？因为他们并不是绝对音感。他们是绝对没有音感的。宇轩呢？你听说你很会翻跟斗，是不是？真的吗？为什么？你是体操队吗？不是。那你是什么校队？为什么你会翻跟斗？因为我在跳舞班学。在跳舞班学翻跟斗。哦。哦，在这边可以翻吗？应该可以。真的吗？哎，翻一下，翻一下，来来来来，前空翻吗？好，来来来，前空。小心麦克风哦。好。嘿，好的。哦，好灵巧哦。哇，好厉害！来来来来来来，那浩翔会吗？浩翔会不会翻跟斗？还是伊恩你会吗？伊恩会翻吗？子瑜会哦。子瑜会翻。子瑜帅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哇！子瑜 ，Go。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哦，好来来来，因为我们的地板比较硬一点点。我觉得下次还是不要翻了，然后有点硬的感觉。哎，好厉害！我现在小朋友都多才多艺。我侧翻呐、啊，其实有一次有一个老师说你要不要侧翻看看，我就侧翻，他就说算了，你不要学好了。因为他觉得我的姿势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学会侧翻。因为地板坏掉。好了，希望你们这一关可以好好拿分数，好的。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超级大力士。我们遇到的问题是，如果叉子没有插紧的话，牙签就会跟着掉出来。之后我们发现，只要用一次的力气将两只叉子合在一起，牙签就比较不会掉下来了。相信我们今天一定会成功的，加油！比速度的哦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请倒数。举光国小暂时领先，这边差一点点，差一点时间，很厉害了。比赛还在进行中，好吗？下一棒就位，准备好了没？好，请倒数，三二一。
靠到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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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二十秒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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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倒数计时。已经快成功了，这边也是差一点点。那你可以帮我们做一个成功的吗？你可以帮我们做一个成功。现在没有时间压力哦，哦，没有时间压力哦。哦，这边也在进行。哦，哦，这边 OK 了，哎，非常标准。OK， 没有碰到。我们来看心灵队这边的。对，非常标准，只是时间超过了一点点。力的平衡。是的。所以同学们在家里呢，也可以自己试试看，好吗？嗯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呢，刚才只有我们成功，是，那也是只有我们能够得分啦，好不好？恭喜我们举光同学获得一分。我们现在是2-3，举光国小暂时领先，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2分钟。环环相扣，游戏规则说明：六位参赛者可咬木棍，由第一位将圈圈放在架上，利用木棍叼起，依序传递到第六位，并放到终点的架上，再叼起第二个圈圈回传到第一位。花费时间较少之队伍可得2分。环环相扣。首先进攻的是我们目前暂时领先1分的举光国小。环环相扣，我们是一个 team， 所以每一棒都非常的重要，是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信心？准备好了吗？好啊！环环相扣，请倒数。好，从老师开始。加油，老师。很好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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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速度很快哦，很棒，稳稳的。加油！不要 lose 掉，都。这一关有2分哦。不要 lose 掉都可以。这一关是有2分的哦。这样的速度就会很快。非常快，成绩是。Oh my god！ 究竟举光国小成绩为何？国北实小有办法超越他们逆转吗？非常非常快，成绩是。非常漂亮，一起喊多少？43.25，厉害！目前速度最快的，非常快，非常快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希望你们可以守下这2分。接下来，我们另外一队要进攻了。耶，国北国小进攻了。环环相扣，只要在43.25以内呢，就反败为胜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练习的时候最快多少？40左右。40左右。爸爸要卡一个数字来吓死大家，就是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反败为胜就看你们了，好吗？好。OK， 请倒数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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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三，成绩公布，39秒19。国美实小获得两分，所以逆转胜，目前比数4-3，恭喜国美实小获得10000块奖学金。马上进入我们最恐怖的电流极极棒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恭喜我们的国美实小反败为胜，是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很多人在问说，为什么我们这个游戏呢，它会有声音？嗯，为什么会电呢？哎，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了，老师。哎呦，那我就请这个博士来解释一下。好，来，请博士。就是正负极的相似，就好像我们拿那个电瓶在接电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爆出火花。正负一接到就爆火了，好 ，OK，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一样同样的原理就对了。OK， 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这个除了要有稳定度之外，还要有它的那个延展性，是，就是你的那个稳定度跟你持久度要很强。那我们派出的这位选手，听说是全国羽毛球数一数二的好手，是不是啊？同学，听说他羽毛球好像全国排行第几？前20。差不多，差不多前二十。李爸爸要比赛前有没有什么话跟他讲？发挥你拿羽球拍的稳定度。哦，羽球拍稳定度。当羽球拍就对了。好，李爸爸已经正式变成我们的技术顾问。是的，好吧。好，电流极极棒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请倒数。这个关卡建议不要加油。加油！好，过了第一个比较难的地方。很好。哦哦！我发现每次都在那个地方容易出问题。恭喜我们的国美实小获得10000元奖学金。恭喜奖金，谢谢大家。同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超级总动员。我是月亮姐姐，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记得按这里的订阅，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哦。另外还有很多更精彩的节目也都在这里哦。